昨日红单回顾，昨天成功命中周五024，比分3-1和周五033比分1-2，比分过关，连续两天红单。英超阿森纳 VS 西汉姆，2018年8月25日22:00周六027压盘推荐，西汉姆加 1.5 大小分推荐，大分 3.5 比分推荐，2-23-22:1情报综合分析。阿森纳开赛季遭遇两连败，但上一场比赛面对切尔西，虽然球队在最后关头丢掉了胜利，但是整体的发挥比首战好不少。主帅埃梅里仍需要继续打磨阵容，需求适合阿森纳的打法。西汉姆联上赛季成绩糟糕的主要因素就是防守不利，而新赛季两场比赛共丢了六球，防线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。而且球队缺乏客场竞争力也是他们的问题之一。另外，西汉姆的进攻效率还有待加强，开赛季到现在只打进了一个进球。亚坛开出阿森纳主场让球半高水的盘口，搭配大小球 3-3.5 球中水，根据双方的实力对比，阿森纳无论实力和稳定性都比西汉姆更加强，但显然球队目前未能完全适应新主帅的战术体系。而欧赔方面也不断下调主胜的赔率，阿森纳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，但因西汉姆近期表现弱势，阿森纳有可能成为热度的焦点。综合分析，盘口目前更倾向于主队无法赢盘。另外，根据双方最近的状态，本场比赛在大小球盘在 3-3.5 之下，打出大球的几率很大，故看好比分2-23-22:1。意甲，那不勒斯 AC 米兰2018年8月26日02:30周六078压盘推荐，那不勒斯负0.51大小分推荐，大2.53比分推荐，2-13-12:0咬金比分过关实单推荐。